范组长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各位留学先生，大家。年的历史啊，虽然跟印度比起来哈，还差了这个一二十年哦。不过我想这个文化哈、是一直传承下来的哈、陈主刚才罗会长所提到的哈、我们大概媒体朋友们可以了吗？笑一个哦，要看。舞蹈团精彩的演出，那我们今天开幕典礼就到那边告一段落了，谢谢各位的参与，那请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
印度世界遗产铁路展这个活动呢，从今天开始正式开始到18点了。那每一天也都会有印度舞蹈的表演。周间一到五的时候是晚上7点半有一场，周末的时候礼拜六再加一场下午3点半。那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也都可以到现场来观赏，谢谢各位。现场的各位朋友们，请大方的站，请，因为舞蹈团不容易会打扮得如此的美丽，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，免费让大家拍照。